啊、哦！谁要最后一舞？谁会户外台？谁要？我觉得台湾最后一舞、欸。谁要户外台？谁要台湾最后一舞？谁要户外台？谁要跟冠伟这样子户外台？最后一舞啊！哎、欸，先推荐几个屌的那个吧，宵夜吃啥、啊？谁要六点半吃全新中最屌的卤肉饭？卤肉发，我会推荐卤肉发。谁要卤肉发？我会推荐卤肉发。不是啦，四点而已，卤肉发根本没开。我会等到他开。快啦，就拜托来一个好吃的就好了，不是能吃的，能吃的，能吃的，不用到很屌，因为我知道四点没有，一定没有很屌的。谁要屌的？哦，这样我会很烦哎、欸，这聊天是他妈只会刷猫猫狗狗的。我觉得猫猫狗狗、欸，我这样很烦呢、啊。谁要最后一舞？拜托啦，你现在是没有目的的在开吗？没有目的的、啊。那怎么办？那你先找个屌的啊！你又不找个屌的，兄弟们没有饭吃啊！我觉得开到车没有哎、欸，反正已经快没有了。大家会加油啊！啊，我会帮你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好啊，那你就连着加油，现在坐都不动得了啊！我到时候要拖出来拖，加油啊！拖出来拖。哎、欸，小李子轻松小餐，我觉得小李子轻松小餐五点半好像会关的。哎、欸，对耶，看那我们可以 吃小菜呗。啊，我直接去好不好？蛇，直接蛇，谁要吃小李子到的我会请。我好兄弟，我好兄弟灌我一张卡，我好兄弟灌我一张卡。我明天去办信用卡，我明天去办信用卡。我路上到了，我会请客，到了我会请客。嗯、小李子到了，我觉得限女、欸，我觉得限女，就有位置随便坐，好不好？好、啊，他一二楼都有呢、欸。我会觉得四点，我们过去四点二十三，我会觉得位置很多。老哥几点的飞机？我觉得讲菜单来堵呢、欸，敢会被堵哎、欸，不要啦，谁要早上第一班？护照有带吗？哎、欸、看。你有带吗？我带啊，干嘛？你怎么会担心我？因为我没带啊。没有啦，我带了。谁要跟你做效果？啊？真的假的？我给你买机票哎、欸。我觉得机票会没买哎、欸，可是我没买机票哎、欸。我看，很烦，很烦。这间，我要那间。走妹。刚好有停车格，超真的，而且是刚好，这是剩最后一格，对呗，时间差那种哦，啊、哦，超好，停车格都直接刚好给我们这样子停。我画的停车格没有啦，路边就有了，路边刚好一格、啊。在讲什么、啊？我觉得一大格，我看，我会狂吃，正常了。阿比，我想吃笋丝。要这样子。我很难，我很难。谁要学交朋友？干嘛？好。警察。按查说没查。好。他说没查。他说深夜时段。他说深夜时段是劝导啊，劝导。前面我停停车格上，谁要停停车格？就挺好了，对呗。啊，先给你看一下点了什么吧。这个卤白菜已经快被我清空了，然后还有这个宫保鸡丁、控肉、高丽菜，然后还有拉拉的笋丝，还有这个都什么的啊？排骨、九层塔蛋跟这个小菜，还有这个更菜。干你娘！谁要更菜？小梗菜，哦，好烫哦！真的有观众请吃环节吗？好，你坐这里，坐这里，来点餐啦！没有，要带他去图书馆，要去图书馆。啊？你要带回去啊？你点餐，然后没有，然后就住附近。要啦！我用你拿，你先加一碗白饭，然后再吃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啦！真的假的？再碗白饭，一哥。对妹，我会处理。啊 ，B 哥，你知道这间学校是什么学校吗？啊，清大的、啊，是吗 ？NTHU 啊 ，B 哥有没有很熟？跟你有点不太熟的感觉要听你离开嘞。我就白饭退回去。嗯，我就白饭退货。哎、欸，我有订，我有订。我是好维吧 ？God bless you。OK， 谢谢。要到饭了，要到饭了，兄弟们。老佛爷请的，老佛爷请的。我就要谢谢老佛爷，我只能先报 ID， 我先看，我要先看报 ID， 先报 ID。没有，我好 ，R E D S E B A。如果我影响，
这个我很熟，这个没什么问题。六组观众，应该啦，至少我没印象它是臭的。好啦，那你年度观看最多的是谁？安奈哦，我就走嘞。那第二个是谁？高伟。我觉得留下来嘞。那第三个是谁？我要解决，我解决。那第三个是谁？肖正明。第四个，好像我忘记了。我现在马上查，就我要请吃饭的这个人居然没有看我。还是那龟狗呢？第五个是谁？罗杰。我觉得真的第二名冠伟。我看真的第二名冠伟。我这三拿卡出来。这三你会请，这三你会请，这三我会拿卡出来。这三我好兄弟冠伟。我今年看了500个小时呢。我看我就没有人生呢。我可能没有办法吃完呢。你要给点力。你要发力，一个人要发力了。我已经饱了。感觉大概血糖飙升没有办法考试的，就你不要客气，不是还有2个小时吧？几点考试啊？啊，9点。对没？那还久啊。哪一个科系？台大心理。台大心理。心理？你要当心理学家啊？他读台大，读台大穿金大衣服啊？以前金大啦，被退学。我就被退学了。谁要听他被退学？我觉得有一个也被退、欸，这我觉得这个两个被退的、欸。谁要听他被退学？我是真的被退学。他也是啊。我觉得你也是、欸。他也是唯一值得我这样。我跟你不熟、欸，日本机票。我觉得日本你跟他去好了、啊。我觉得机票我要退掉。退机票。我要拿一份当。不要，我不会认识你。当旅行费。有一个。啊，又一个可以来操作，拜托帮我吃完，拜托。一直那个拿那个椅子呗，一堆呗。拜托帮我把这些吃完，我真的吃不完了。我会处理。好，他会处理，他会处理。来，你要什么？地瓜叶还是高丽菜？高丽菜。又一个，再一轮。快！报名，等一下，我会请另外一个人报 ID。那如果第一个再是 NL 或是罗杰的话，我会直接带着我的包包跑。啊，不是啦，你们在吃的时候手机先给我，我先看一下退群年度总回顾。我先看一下这个 NL 粉。啊，哦，这个熊宝，干，没有关系。我逛我也看500多呢。我会看你看一下5多到呢。我会看另外两个，我会看。第一名妹，有妹，这个就有第一名的。这个这样子就 OK 了嘛。这个饭可以点2万，是吧？这个饭随便点的、啊。但没有吧？我感觉你我知道被编过啊，这是旧的，这是知道被编过。为什么被编？因为。被钓鱼，哈哈哈哈哈！被钓鱼，我觉得你 ID 先报哎、欸。ID， 你说被编的？没有，现在的 ID， 现在的那个被编的人可以出现在镜头上吗？没有，他不是解编了吗？他解编了、啊。他不解编了、啊，这个是新的编。嘿，哈哈哈哈哈！出现在上面？没有。没有，刚换血对不对？我觉得解了没？靠腰乱讲，刚刚就解编了。我觉得观众钓鱼要钓鱼你耶。我觉得来现场钓我哎、欸，我觉得钓鱼这条呢。那待会去哪？我要回家。不是吧，不要回家了，都出来了，还要回家。不是，我原本就是要回家，我原本就要回家了。我觉得待会直接去哪？看日出，谁要看日出？我觉得漂白水。谁要看日出？我要去漂白水。日出，我觉得阳明山哎、欸。阳明山看牛好不好？好啊、我跟你讲，你现在去，我们到大概是六点半。牛会在睡觉，牛会在睡觉，然后之后可能会是零度哦，会是零度哦。算了，我觉得去不老松按摩就好哎、欸。我刚才按摩、啊，我真的刚去按摩完啊。我要去按摩。看没？我刚按摩完啊，我还加辣哎、欸。是吗？39是那个技师的号码，我还加辣。是吗？39是什么啦？养生馆啦、啊、是吗？看你俩店内环境是可以直接看的，等一下让我先挡一下。我怕照到不该照的、欸。你自己看，这个很正常，这个按得很好，这个按得很好。
这个按得很好，这个按得很好，就是这样。这个大家要记哦。对，这个按得很好。帮我按的是一个男生。有吃饱了吗？我觉得没有哎。我觉得没有嘞。我觉得才一轮嘞。我觉得没有哎。只要再一轮。感觉吃到直接考试吃饱直接去啊，直接去学校读啊。现在学校有开吗？有开了，二十四小时。看，我觉得直接去哎。我觉得学校参观嘞，我们要进去读书。没差，学校没有门禁。啊？跟辅大不一样，辅大有门禁，学台大没有门禁。不要再讲辅大了，真的是很破的学校。为什么？因为辅大不让我进去啊，他还叫我回转。访客，嗯，捷径哎，没有，我来参观学校可以吗？哦，不行啊，哦，又被骗，接观台，但你要超糗，每次都这样。什么意思？不要问，那是一个很难过的过去。不要问。什么时候？很久了。吃饱了。好像全部吃完了、欸，哦，买单了。我出一千五，这是我在台湾最后的资产，这是我在台湾最后的资产。不用不用不用，我会处理，我会处理，我会处理。你帮我把一千五花掉，不然我在台湾没有留恋。不要不要，我会处理，我会处理。我会处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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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会处理。走了走了走了，真的要走了，真的要走了。我车呢？你的车呢？哎，你车呢？我真的没带。我靠北！这句话很烦哎、欸，操你妈！我车呢？差点以为脚踏车被偷了，是不是？谁会偷脚踏车？我不知道啊。拜拜，路上小心。拜拜拜拜，谢谢谢谢。拜拜拜拜。感谢两位帅哥。哇！脚踏车呢？我、哦、看先关了好了啦。我脚踏车呢？思成，谁会偷脚踏车？思成，我脚踏车呢？好啦，差不多了啦，吃饱没有人生的。谁会开灯？随便开灯，这个、啊，差不多、啊。我的车、欸，我看我了解啦、啊，对不对？就吃饱喝足，什么红线啦、啊？乱讲。红线划过，什么叫红线啊？警察在前面，他也没看我单啊。对啊，对啊，我没有单，他跟我就安全的。他跟我说深夜时刻用劝导的、啊，他刚好劝导我、啊，他刚好劝导我、啊，而且我停停车格呢。对没？对啦。好啦，吃饱也差不多要休息了。我刚看那个警察好像也在看你台。可都是 B 宝呢，好不好？我刚看你台，看你台呢。OK， 我看去日本有机会再与各位相见，好不好？好，拜拜，拜拜。Thank you.